昨天阿波就预订好了饭店，今天我们请妹妹妹夫一家吃饭。据阿波说，人均是不是100块？对啊，7个人700块，而且没有菜单，厨师上什么菜我们吃什么菜，有点像开盲盒的感觉。爷爷，你是不是迫不及待了，要准备出发了？行，穿上就好啊。好，我们准备出发吧。快点来！快点快点来，快点上来，就这里啊，感受一下这边漂亮吧。你看这个环境还不错的啊，坐那边嘛。哎，对，这桌子嘛，来来来，我们坐成一群。那边还有好玩的呢，我们过去看一下。嗯，包间，把它放好，慢一点嘞。你看这里还可以唱歌啊。好吧，我带你到网上去看一下，然后网上逛一下。对，你看，哎，想要逛一下啊。最近啊，你把客房啊，这一把给个嘛，阿刚阿刚的，顶个叫给收口上去的。哇。对，这里就是户外烧烤的。不过还有个游泳池，我带你去看一下。哎，顶个有个露天的游泳池，来跑不这个？嗯，来。啊，挺好。哎呀，这个变样，变得太快了。太快了啊！哎呀，越变越好。这上面就像在天空看下面一样的，在云端。哎，在云端。我把楼还给扫的蛮好了。哎，这个好。好的，也弄一个啊，这个桌椅子配套起来就蛮好看。爷爷，这个好看不？哇，好好看、啊！好好看，到时候我们也买一套这样的啊。好的很，你怎么搞？可以赚的啊，哎，可以赚的。对，来，来，这个学习啊，都在想这个学法。起码了，声音啊。你知道毛毛不给一个介绍过，不光写纸巾，我都想大概去差一个给他。小溪流水哗啦啦，太美了。对，太美了。然后吹一个开阔的视野了。是啊。妈妈只要有歌唱，她就很开心了。我要去打台球了。哇哦！哦，快哦，我给你来一局好不好？好久没有打台球了。诶，这是怎么弄的？哦，这么先进。妹妹，你进球了，大号的。啊，太厉害了，第一下就进球。太厉害了！我又进去了，又进去了！没打到，打了个空，打了个寂寞。好，再进一个。三菜了吗？可以可以，要不先给我们上了吧？三菜师哥。吃完可以再玩一下的。对，等一下我们来给你唱歌打台球。你啊，想吃什么吃什么啊。